易拉罐的火锅你吃过吗？还有招牌椒麻十三香干拌面，今天要来分享梅森的台南口袋名单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假崩喽！太嘎吼，哎嘿，梅森，今天带你们到小北观光夜市里的和三辣，这是一家专卖销魂干拌面以及麻辣烫的店哦。那辣油底料经过面条的热，快速搅拌均匀，那整个香气瞬间升华，面条 Q 弹，香麻销魂，超级必点。还有在这里吃面。配的是小火锅，你相信吗？有肉有菜又有蛋，下班下课来一顿真材实料不马虎哦。还有他们的鲜榛蛤蜊真的是超级肥美的。还有各位，如果你今天点的是外带个人锅啊，麻辣豚骨胡椒猪肚韩式泡菜都把你装进这个易拉碗中，方便品尝又保温，一拉开那暖乎乎的香味扑鼻而来，我想这就是幸福。各位赶快去吃吧。SNS のせいで言葉のトゲに触れる。